今天这一场球他发挥的会更好。他整一个适应了我的节奏，或者是适应了整个比赛的感觉之后，他的犯错的几率又会减少，这个时候出现一些失误，只想要耐心，然后但是耐心之后又有点想去进攻。其实在场上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在对手给我压力的时候，我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有办法去解决吧。